小千他在里边试婚纱呢。结婚？在崩溃边缘，他丧失理智。刘小千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毫无防备，他们深陷棋局。你们不可以在一起。为什么？你们是兄妹呀，你们都是骗子。残酷的真相，他会如何去面对？别闪了，我人这辈子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。敬请收看普法郎女剧五集迷你剧《花若离枝》经典版大结局。希望你能远离朵朵。小倩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你千万不要怪她。我不是坏人。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像妈妈那样爱你。怎么看着你我觉得有点眼熟了？当年那些事情现在没必要再提。我还以为可以让你们弥补当初的遗憾。我儿子认识你之后变化很大。当年是你对不起。你跟小军之间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你知道的越多，不见得是一件好事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就是我一直深爱的女人。不是所有的女人都靠出卖身体才能得到一切。你为徐梦，她也会相信你吗？我相信。朵朵，她是我的亲生女儿。你的将来，我想和你共同修行。他们是放高利贷的，如果我们还不出钱，他们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一定要小心。最瞧不起就是你这种人。开车。天主任，天主任，天主任，你不要帮我吧，这次天主任，天主任。请帖啊，我早就发给你了，记得到时候早点到啊。好嘞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挂了啊。怎么是你接的电话？刘小千呢？小千他在里边试婚纱呢，我是怕你有急事找他。结婚？你们什么时候结婚？下个月16号。漂亮，蔡雅丽，我来看你了。
过得还好吗？下面冷不冷啊？我失败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。可是我明明说过，我要让晨光后悔，我要让刘小倩受到报复。可是现在，一切都报复在了自己的身上。蔡雅琳，刘小倩要结婚了，她以前有晨光，现在有徐峰，还有一个女儿陪在她身边。你说，她是不是过得很幸福？更惨痛的代价。喂，干妈。你没事吧？你在哪儿？干妈没事儿，干妈好得很。明天是周六，干妈想带你和陈亮去一个地方。好，我会跟陈亮说的，明天我们一定去。嗯。怎么了？干妈突然约我们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没说，不过听上去语气有点怪怪的。干妈公司最近出了好多事儿，可能心情不好，想让我们陪她散散心吧。好吧。哎呀，刘小姐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朵朵，干妈手机没电了，借你手机打个电话。啊，那边有个玫瑰池，你跟陈亮先去泡吧。那我们先走了。的姐姐啊，是，请问你们今天有没有看见朵朵呀？我跟她联系不上了。啊，上午看见她的，她说要出去，可是没说去哪儿。哦，那你们看见她的话，让她给我打个电话吧。嗯，好。哎，要不你先去宿舍等会儿。嗯，也行，谢谢。把你们身份证给我，我去开房间。嗯。陈亮，来，这是你的房卡。我看现在时间还早，不如你们俩自己出去转转。干妈，那你呢？干妈累了，想早点休息了。那我和陈亮去那边看演出。
待会儿来找你。好，去吧。拜拜。拜拜，注意安全啊。哎。你如果困了的话，就先去我房间休息会儿吧。干妈去哪儿了？她应该是有事儿吧？哎呀，可能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走吧。你要是困了的话，就先睡吧。那你呢？我看会儿电视。我不困，我陪你再看会儿吧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。你来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怎么看上去比我这个破产的人还要心急啊？我联系不上朵朵了，你有事吗？当然有事了，我要跟你好好的聊一聊，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俩曾经美好的感情。我没时间跟你说这些。你们家徐峰呢？怎么这个时候也不在呀？他不是已经跟你求婚了吗？你出去！你说这个徐峰啊，他怎么就那么相信你呢？你把朵朵是你自己亲生女儿的事儿都瞒着他，你呀，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我一直都替徐峰感到不值。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？我本将心对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你说对了没有？远远没有。你说，你要是知道了，我突然间来找你，就是为了利用你去勾引田主任。你是不是感觉也像吃了苍蝇一样？出去！离开我家干什么？你想让我走？现在时间还早吗？我知道，你最关心的就是朵朵。你现在是不是很担心她？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，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？你知道朵朵在哪儿？你的妹妹啊，不是不是，是你的亲生女儿。现在应该正和她同父异母的亲哥哥在一起。朵朵与程亮因为血缘关系而有着天然的亲近感，
两人一直都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而雅丽却刻意设计让小千以为朵朵正在与程亮交往，并告知小千程亮就是程光的儿子，以达到刺激报复小千的目的。你做了什么？我女儿在哪儿？刘小千，这就是我最想看到的结果。什么？姐，刚才朵朵困了，她就到我房间休息一会儿。你们都干了什么？姐，我问你，你们都干了什么？我们什么都做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！你们不可以在一起。不可以。为什么？你们是兄妹呀！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说什么？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？朵，你不能跟他在一起，你不能啊，不可以呀！他的亲生父亲也是你的亲生父亲啊！我不是你姐姐，我是你妈妈。不，你在撒谎，对不对？你骗我！我18岁那年就生下了你。你外婆怕会影响到我，所以才对外谎称你是我的妹妹。我不信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姐，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你的亲生父亲也是朵朵的亲生父亲，你们真的是兄妹呀。我跟朵朵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野种，小野种。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相信我会做好的，像妈妈那样爱你。我不是你姐姐，我是你妈妈。昨天还挺不错的。对啊，难得出来一次。哎，你看上面有个女孩。哎呀，那是她是。跳楼吧，是要？哎，快打电话！请，请。怎么样？找到了？
是我爸，他也是你的。要不你们还是先回去吧，我在这守着就行了。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。多多，你别这样。滚呐！我不想看到你。我告诉你，别想让我原谅你，这辈子不可能，永远不可能。小香阿姨，小香阿姨。小香阿姨，现在多多情绪很不稳定，要不你先回家休息吧。还有爸，你也先回去吧。小香阿姨，其实昨天晚上我跟多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，我们等不到雅丽阿姨回来，但是我们又实在太困了，所以我们就……说什么？这事儿跟雅丽还有关系？是雅丽阿姨安排我们去住的酒店，然后她也提前走了，还忘了把房卡的钥匙给多多。雅丽是不是早就知道多多是你女儿？她要是早就知道这一切的话，还故意瞒着我，还把两个孩子安排到一起来住，这是什么居心？这个别墅很快就不是我的了，我也得搬走。怎么来找我兴师问罪，还是找我忏悔？什么时候开始预谋的？是啊，很久之前我就已经想到了这个结果。都输了，多多只是个孩子，你口口声声说你喜欢他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真的很喜欢多多的，可是那又怎么样？谁让他是你跟成功的孩子？蔡阳林，你恨我，你要报复，你要打要杀，你冲我来啊！打你杀你，那是最愚蠢的办法。你看，现在这个样子多好啊！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可以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不要忘了，你不仅仅是害了我，你还是害朵朵的罪魁祸首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口口声声讨伐我的过去，那你呢？你怎么就从来不反省一下你自己？我反省。如果我真的要反省，我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有你这样的朋友。错，我不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今天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你说什么？是，我当初我是爱错了一个男人，但是我没有让你去醉酒啊。你是受到了侵害，但是我没有让你自暴自弃。你把所有的怨、所有的恨全都加在我身上。你利用我，你陷害我，我都可以原谅你。但是你居然处心积虑地安排两个孩子在一起，蔡雅丽，你就是一个疯子，魔鬼！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不是疯了，我是已经死了。小倩，蔡雅丽。真的是疯了，你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，
朵朵多好的孩子，你怎么就忍心啊？谁叫你们是他的父母？我就是要利用他来报复你们。疯子，你根本就是一个疯子！你竟然敢打我！我之所以会有今天，那都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，就是因为你！小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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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芊芊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你放心。从现在开始，以后朵朵就是我的女儿，一定要尽快的好起来。来，多多，吃个苹果。多多啊，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懂事的孩子，我希望你能认真的听我说几句话。你妈妈刘小千的确是做错了事情，可他从来都没有逃避过责任。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妈妈经历的那些事儿都可以写成一本小说了。我是亲眼目睹了他为了你所付出的这一切，虽然他什么都不愿意说，可是我知道他最在乎的人就是你，所以我希望你可以去看看他，和他说说话。我相信你妈妈会慢慢好起来的，让我们一起努力好吗？
我真的后悔了。你怎么可以就这样躺下了呢？你快起来！你起来继续跟我斗啊！小金啊！我做了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我本来以为我可以从中得到快感，可是并没有。我不想看见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所以我该得到报应。我公司没了，房子没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你有一双会弹钢琴的手，而我那个时候是我们学校的舞蹈之星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我们，你年年都是钢琴第一，我次次都是舞蹈比赛的冠军，大家都羡慕我们的才华，嫉妒我们的友情。爱上晨光的那一刻开始的。小千，你还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去玩的那一片树林吗？你以后有什么梦想吗？我以后就希望能有一家自己的琴行，可以教很多很多的小孩子。你呢？我呀，嗯，我想一直在舞台上跳舞。你已经离你的梦想很近了，来，为我们的梦想击掌！一、二、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军，我们原本应该是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闺蜜。对不起，小姐。
蔡亚丽，被捕了。谁知道啊？这有我看着呢，你先去把饭吃了吧。嗯，那我去看一下朵朵。去吧，朵朵。我去看看。行，你进去吧。去吧，去看。到底是谁？你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我有一个可以当外婆的妈妈，却有一个可以当妈妈的姐姐。从小我就是同学口中的私生子，我很自卑，被同学瞧不起，我甚至想过离家出走。那时候我羡慕你，嫉妒你，甚至恨你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妈妈生的，你要在大城市里过好日子，我就要在小地方遭人瞧不起。从那个时候，我心底里就特别排斥你，我不愿意接受你，直到后来跟你搬到一起，都不愿意给你一个笑脸。但是那不是真实的我，后来我发现，其实我是很愿意跟你在一起的。每次跟你在一起，我就有家的温暖。可是现在你躺在这里，他对我不理不睬，所以我说，为什么你总是这么自私？为什么你总是离我那么近又那么远？人家在大城市里生活得好好的，哪需要我去巴结？要是你不喜欢，可以不用回来。反正我跟妈在家里，有你没你一个样。
知道回来，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妈妈。好，你现在回来了，你回来我妈就不在了，我就没有妈妈了。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，我相信我会做好的，像妈妈那样爱你。哦，我的意思是，像我们的妈妈那样爱你。我手中的这本相册，是你妈妈亲手为你制作的。你看了以后，自然就会明白你妈妈的良苦用心了。这本相册，我都不知道，其实你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你起来呀！你不起来，你怎么知道我已经原谅你了，妈？雅丽与小千发生冲突，将小千推到楼下的行为是触犯了故意伤害罪。我国刑法第234条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，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因为一直无法放下对小千的仇恨，雅丽费尽心机想要摧毁小千的生活。即便小千也已为当年懵懂无知的欺骗和背叛付出了代价，10多年来背负着秘密和至亲分离，一直封闭内心，无法开启新的生活。两姐妹其实都是当初晨光情感欺骗的受害者，然而面对伤害，选择了仇恨，只会迷失自我，甚至是断送自己的未来，而选择了宽恕，才能够彻底摆脱过去，重新开始。雅丽与小千的姐妹情谊本来是无比美好的，友情能够包容你的一切，与你共享所有的青春岁月，可以肆无忌惮，也可以内敛深沉。然而贪爱沉溺及苦海，利欲炽燃众火坑。其实对于任何一种情感，过于沉溺和盲目都会带来伤害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对于伤害宽容相待，过往不咎，对于感情把握分寸，远近相安。